王者荣耀猫神貂蝉 FMVP 蔡明，苦涩的沙猫神蹦迪还是野狼 disco。 王者荣耀冬季冠军杯正赛即将打响，在1月4号和5号的总决赛以及团聚夜将会曝光一款皮肤，就是夏天世界冠军杯 FMVP 貂蝉的新皮肤。自从官方曝光了剪影之后，玩家开始疯狂创作，有一些是真的想法，有一些就是完全恶搞了，全民创作激情迸发。言归正传，关于猫神的 FMVP 皮肤，目前已知的线索就是猫神自己提供的。粉色头发的妹妹大招无敌好看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再多的线索了。那么关于这款皮肤究竟叫什么，大家也很感兴趣。主要官方搞事情，给出了一系列的关键词，关键词也是和猫神、貂蝉以及时下比较流行词组成，奥利给、disco、蹦迪等等。官方表示是四个字，并且不包括英雄名字，不知道大家猜测的是什么。不过从飞牛的冠军飞将和九成的九胜战神命名规律来看，我觉得猫神的貂蝉应该有猫这个字。